保护部的预算，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国家的财政都不好，然后呢，事实上大家你看，包括我们的什么津贴，我们今天都是联署全部要删了，那一年100多万，所以我们自己都带头做起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你研究一下，等一下给我一个答案，就是到底我们要删除多少？我不接受这个案子撤案跟不删。好，那这案子就包围，那个不是我们，是我们人数事实上是编列不足的。那编列不足的情况之下，哈，我们在额度里头，哈，先暂留一点点，因为我们不晓得编在哪里。啊，等一下再讨。哦，谢谢。要通过还是要？通过，通过好了。那就通过。哎，通过了。没有意见。